来一下。哦，是。哎，搞笑啊！太是搞笑。你自己看，还有几个错字。哦。我觉得灯光好暗，又一直眨，会让我眼睛好不舒服哦。看东西都模模糊糊的。对啊，而且公司的灯光不明亮，真的让眼睛真的很不舒服，好难过、哦，不晓得要怎么办才好，眼睛快看不见了。而且现在日光灯厂商有这么多，品质又不知道好不好。不过听说他们有换 LED 灯，而且不知道好不好用。刚换好的这些日光灯都不亮呢，现在日光灯实在品质很差，哦，读书真的要怎么办？廖董，我们合约都准备好了，请你过目一下。等一下，我要拿个老花眼镜。不是我不签了、啊，这个灯光闪闪烁烁，哦，这样看不清楚、啊、哦，我也正打算把我们的办公室的灯全部换成 LED 的，你觉得怎么样？我最近公司也全都换新的。哦，哎，那是怎么会想到要换的？当然，它亮度是 OK， 还有省钱。哦，上个月才决定的。哦，我打算全部都换掉。有你这样讲，我就很，就更加坚定可以马上换。我的眼睛啊，终于可以不用这么疲劳了。哇，是啊。我们早期在开发 LED 格栅灯的时候，用的是这个传统式的这个框架来组合的。传统式的框架呢，因为它是用铁皮做的电镀，所以在潮湿的地方呢，它很容易生锈。那加上它早期的这个珠光比较刺激，比较刺眼了，然后再加上它的照度不是很均衡，所以我们早期在卖这个灯具的时候，经常会接到很多的客诉，那会得到很多的退货，那导致成说我们经营上的一些危机。那后来经过三年的这个研发跟累积了三年的这个失败的经验，我们在2010年呢，导入了日本的这个光学的这个加工的一些技术，我们研发了一个蛮独特的高均光的这个导光板，解决了当时 LED 的一些传统的一些缺点，就是固有的一些缺点了，应该这么讲。那再来就是我们成功的就是整合的这个四个产业上的技术，这四个产业的技术呢，是包括光学的这个设计，包括灯光灯源的一个设计，包括电源的设计，还有包括这个散热的一个设计，成为四位一体的 LED 的格栅灯。然后呢，这个格栅灯后来得到普遍得到一些
眼科医生的认同跟肯定，然后有很多的眼科的医院呢都会来采购我们的格栅灯，所以呢我们将来也要把这个技术呢就是发展到台灯或者是家里面用的一些照明设备，希望就是对下一代的视力呢我们能够尽到一番的心力。我们的格栅灯就是 LED 格栅灯跟别的品牌格栅灯的不同，我想可以分四点来做一个说明啊。第一个我想是在光效上面，当别的品牌的格栅灯还在追求一个光效的时候呢，我们的品牌的格栅灯已经达到一瓦可以产生120流明以上的这个照度，同时呢我刚刚也说明过，我们同时也就是开发了一个就是光效均匀，然后高透光度，然后就是不眩光，然后不刺激眼睛的这个导光板。同时呢我们也接受客制化的灯光线条，所谓灯光线条就是说我们接受客人他们就是利用这个灯光线条呢来组织他的 logo 或是他想要的一些模样，不管这个电源的波动多少我们都可以很精准的横流，然后呢让这个 LED 在最安全的电流下来工作。还有我们这个 IC 的这个智能监控可以直接和太阳能的电路结合，也可以跟这个低息直流电的微控系统呢来做一个挂钩，那这样子呢对这个建筑的一个安全性呢能够多了一些保障。第三点我想是我们的产品的外观上面跟其他的厂牌应该是有一些区隔，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产品是用铝钢架，不是铝钢架，是用铝架，我们的产品呢是用铝架加上钢琴的烤漆，那在外观上呢非常的这个美观大方，然后在使用上呢不容易就是卡灰尘，那可以保持就是用起来都是像新的一样的一种状态。那除了说它的状态是比较轻的一种结构以外呢，它在使用上除了就是说一般我们在这个格栅灯用的是用在一个这个堪入式的一个建筑的结构上面，那如果没有堪入式的结构的话，我们同样的是也可以来把它用在吸顶式的或者是一个吊挂式的结构，所以呢几乎所有的结构我们都是可以用这一个格栅灯的，这也是我们跟别的格栅灯不太一样的地方。那第四点就应该讲说我们的散热方式也是我们非常独特的一个散热方式，我们有一个散热的专利是用这个铝支架来做一个主动式的散热的方式，那铝支架呢它散热比较快，散热比较快，同时呢铝支架呢它也可以来增加这个光源板的一个强度。我记得我们以前早期的这个产品格栅灯呢在运输的过程里面很容易损坏，很容易损坏，就是例如说寄了几盏过去呢对方就报告说损坏了好几盏这样子，那因为结构上的脆弱在震动上面呢就直接就把这个 LED 的这个结构就搞坏掉了。那这个铝支架这个东西呢在运送上的时候呢它不会直接的去损坏到这个 LED 的结构，所以在结构上是比较坚强一点的，这个我想是我们的产品跟其他的产品是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一些传统性的一些灯具，一些日光灯，例如说 T8 或者 T5 的话，这个很快就会被淘汰掉，很快就会淘汰掉。那至于未来的趋势呢，我觉得已经是从一个低耗能去配合一个这个风光电的互补的一个
机能性的一个产品会出现，啊，那这些机能性的产品呢，就是我们公司现在已经在制作的这些LED 的灯具，那已经是我们的专长了。那我想呢，我们下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也是朝着这一个趋势，以我们的专业来继续发展这一个我们的 LED 的这个产品，也是我们的一个宗旨。